这些人外表精明，却什么都不会。因为我朋友送我一箱鱼，然后我就想说啊，这个我也不会煎，对对对，我就送邻居。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说，哎，那一箱里面有一个20000块的白鲳鱼。背出圆周率小数点后面100位，83279520。对不起，我说错，不小心对你告白。今晚9点，同学来了。